爱搜集手表，也拥有许多珍贵稀有的收藏。日前，他为了犒劳和自己一同打拼多年的工作伙伴，特意选了劳力士名表作为礼物送给对方。网民透露，店家提供了两款非常经典大气的款式，但是因为定制的原因需要等上一段时间，于是最后就让该员工自己选择想要的款式。从他上传的影片中不难发现，那两款劳力士都是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的款式，而且售价都是在台币30万以上。但是该名员工最终选择了相对斯文的款式，受该名员工感动不已，眼泪也控制不住的直流，直呼太感谢老板了。影片公开后也引来不少网友留言惊呼，简直不敢相信有老板愿意花那么大手笔犒劳员工，真的好羡慕啊。Bye.